觉得现在的卡色啊，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那么深。对，好吧，这是橘卡，但其实它食品色就是有点杏卡的感觉，颜色都是属于比较夏天的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一样可以穿到 L 号，它是整件棉料的，然后里面是做这样子比较细的那种卫衣棉料，然后其实穿起来呢，不会说很厚或很热很重的感觉。然后它腰带的地方可以看到刚刚打开，它是做有点工装型的那种设计，然后是排扣的。扣子啊，很有质感。前面还有胸前有两个口袋，然后腰部的地方呢可以到 L， 因为它是用绑的，用绑的。我的身高是163，但穿起来是不会到，穿起来还不会卡裆哦，所以这个可以穿到大概168，我觉得还可以这种短裤。然后它是做双口袋设计，下面呢有做一点车线，它是做反折的，可是反折的话，正面的地方有车起来，侧边的地方有车起来，所以基本上它也不会往下溜。好，然后里面我一样是穿刚刚的今天的新品背心，然后你们可以这样子打开也很好看，就完全不需要穿内衣了。然后它的背心设计是做的也是比较都有包覆到大家的手臂，就是怕肉肉的问题，所以是这样有点宽松的，所以里面要搭配个小背心这样。我穿的这个卡色它也不会扣哦，然后后面的长度也是这样的刚好，不会让你露屁股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比较休闲风的感觉，你可以搭配老爹鞋或是小白鞋出门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很轻松的穿搭，你也可以搭配今天的新品牛仔外套。好，另外一个是白色的，我觉得出去玩穿这种最方便。对，就是你可能行李有没有是一件事这样子。对啊，真的是方便，或者带个套装。你不用烦恼穿搭，对啊，然后穿起来我觉得又好看，对啊，你就可以搭配像刚刚带一套那个花花裙，然后一个休闲风，什么风格都有了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好，另外一个小白鞋，我觉得就好，这个是白的，我觉得它白色会透吗？好看，还好不会，不会啊，它不是那种太不无聊的那种。牛仔、啊、我知道了，不是牛仔啦，是棉料，有些棉是会皱皱软软的，它就是有挺度的，但它不会到太厚。然后它的设计的白色啊，就是让你不会透，后面还加了一个两个大口袋给大家，就是可以修饰你的屁股，然后这边你可以这样子绑起来。白色是夏天我觉得超级亮眼的，而且我觉得健康肤色穿起来都很好看，然后腰身简单这样子穿起来就好了，有没有？穿起来就是很简单，然后休闲，看起来又很年轻的感觉，很利落啊。对啊，然后大腿的地方是不贴的哦，所以 L 号的人穿起来不用担心说大腿会不会太合身，完全不会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好，这个是编号多少？今天好多09，09，09，09，白色跟卡色，赶快比。